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曾小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久违的自己染头发系列了。其实我很喜欢它这个粉红色，可是它真的受不了。我从这里开始哦，已经是新的头发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好像不见长，可是这里一直长。然后我这里黑色长出来有布丁头，很严重的布丁头。看看，一撩起来，尤其是我打球的时候一撩起来，就很明显的把它解决掉。然后出去染头发呢，其实也不贵，可是我想自己试一下啊，比较有视频拍嘛。我这里的粉红色是超好看的，哎，算了，大家很喜欢我粉红色头发，可是它真的很不耐照，因为每一次洗头它就会一直掉，一直掉，现在已经变成有点玫瑰金的感觉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把这个头给染掉，就是头顶呢全部换成一个深色蓝灰，深黑蓝灰色。然后呢，下面这一部分呢，我要染一个有颜色的，很不 MK 有一种 highlight。我等一下去染到自己染，我觉得应该会超车。然后呢，就扎起来，叫我老公帮我操作。后面呢，就先褪一个色。我现在就把头发给弄湿了，然后请我们的郑托尼。托尼，好奇怪，我哋搵啲旧衫出嚟，你搵我以前打波件衫。然后我也是穿着旧衣服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准备的一堆染发材料，然后还有一个操作的人，我是今天的发型师 ，OK。托尼，染发工具包，把它拆开，然后里面有手套跟斗篷。我先穿起来。褪咗色先。好。褪色粉，然后嘅双氧奶。唔好整出嚟啊！要唔系张台唔使要。啲粉全部喺晒下面。找我的托尼了，咁样扎住先，扎住五楼仔。哦，冇问题嘅。OK， 黑色又要退，粉红色又要退，即系两个手啊。系啊，咁样着咯。你一片头发啦，咁样梳梳梳，一片起身，梳梳梳梳，之后咁样梳。OK， 已经全部涂上去了，现在就要等一下。要发了呀，发了还。救命啊！救命！对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老公都会冲进来。啊！啊！丢给，丢给，丢给他走。哦，懂啊！我丢给，起毛机。被擦平到，佢仲系有啲油油地咁。好，对，好的，对，系，哎，会玩色的，就它还是有我们那个底色。就粉粉的，你看，我觉得这颜色很好看，我不想再弄，所以我的一个老闪级包了。其实不知道可以做 setting 包，好搞笑，好耶，超耶，我咩事？好，继续。阿拉伯，中东，你咪影下呢只色咩？解释下，中东玩家，嗯，好像小日子不错的发型呢。你这发型可以，像那个啥，像菠萝，菠萝头，可以，还挺好看。你系咪听日开始睇呢个发型啊？唔得，太浮夸了。唔使照，几好睇。杨千嬅那个，这又系蓝蓝地色。系咯，怎么办？嗯，未做啦，冇够啊，冇够啊。好核突啊！我可唔可以唔好影？等两条嘢，喂！
我都唔知道后面会成咩样，跟住真系 cut 咗一半，俾人斩咗一刀。好样衰点算啊？差唔多可以洗嘅， okay. 我洗咗先。好啦，有红嘅手机，你知我指边度嘅？那么还有金色的金色传说啊，嗯、哇，秋阳衰，哎喂，梦幻的颜色哦。不过咧，呢度上面咧，因为上面冇漂，所以剪落去黑啲，同埋深啲。一下边漂咗嘅系就系有啲白白地，因为下边咪系冇染嘅，就系靠上边一洗。之后就染埋下面啲咁嘅色，但系呢个有个渐变色咁咯，因为下边呢个漂咗。哇，是个足球队呢？我没想过蓝色配绿色，它好像也能配耶。咁假嘅咩？紫色配绿色。咁假嘅咩？哦，本嚟系假嘅喎，我以为我染到咁正。呢啲真系好似嗰啲足球队色啊嘛？嗰啲啦啦队咯。唔系啦啦队，系足球队，即系佢哋嘅体育。體育色嘅嗰啲顏色咧，世界杯即係個國旗係綠色黃色嘅，就係、是、綠色黃色可以啊。耶喎 ！MK 咯，受唔到，但係發量會增多咯。你睇幾少啲頭髮？我們今天的視頻到這裡了，現在幾點啊？一點半。一點半。對。弄了幾個小時？三個半小時。你覺得是成功的嗎？這個頭？還可以吧。只不过那个颜色好像系咪出咩颜色？睇都睇唔出。佢其实都一只色。有啲紫紫紫地、白紫白紫咁。不过越洗下，可能会靓啲嘅。下次系咪帮我蛋白矫正？系啊，下次见。顺便等你拜拜。拜拜，要睡觉，好累啊，我头。真系千祈唔好喺夜晚开始，停都停唔到。刚刚我们不是后面有一个？那个金色嘛，对，翻车的，他又帮我补了一下，又没了，差不多大半个小时。翻车视频没有拍到，最可惜。我都忘了跟大家拍一下后续，这已经是我染完头发的几个星期了吧，然后它一直掉色，一直掉色，一直掉色。嗯哼，好看，已经磨光机了，洗了好多次之后都磨光机了。今天你的头特别炸啲，超样衰。我哋而家拆咗，睇下入面有啲咩先。哦，咁样嘅，一支嘢夹。我就是弄完之后，那个啥，是不是要先洗头啊？对，你先洗头吧。好，这里有个那个盖住的吧？对，也没了，工序就这么多。记住我的发型。炸毛！我们今天终于要来帮这个男人矫正头发。我都第一次整，我唔知点整。大家成日以为佢系去电挛，但系佢冇咯，佢系天生挛挛到系嗰种，好炸嘅，非常之炸。佢系咁样，好臭呢只味，臭到咧，哇，臭到咧。咁可唔可以梳头皮噶？唔可以，佢哋一到两厘米。我身份证嗰张，我之前身份证。哎呀，唔整啦，你洗头啦，好样衰啊嗰张相。唔系啊，整啊，我想重回。咁要加几多噶？唔係，係咁啲，係咁啊！係啊，快啲，五分鐘之內塗完。好啊。之後就會熱，十零分鐘。你咪有把梳嘅。係啊。咪梳下佢。你有冇見過我以前嗰張身份證嘅相？有啊，好樣衰啊！係咪太貼頭皮會凸噶？痛。死啦！你唔攞嗰把梳嚟梳到？未加完啲汁。後腦梳。呢度。係。但系而家等五分，三分钟先抽一两条，你每一扎咁抽。有啊，回弹直咗啦，快啲啊，好直，快啲，快啲，我哋依家热咗。快啲，我哋咁样一掹之后回弹一条螺旋形嘅嘢，有弹性就 OK 啦。好，洗咯。正公公洗澡，有啲红啦，你耳仔红晒啦。点啊你要系？做乜嘢？哎呀，做乜鬼嘢？红底裤。哎呀，爽啊！直发咧，又好似话相当于烫伤咁嘅意思喎。真系噶？你睇我依家头发好粗咯，哦、即系冇咩柔性咯。几时开始养咗个肚腩仔出嚟嘅？哟！
拍攝不同角度的，正啊！呼呼，喂，但依家拍我洗頭就拍我，拍你寫真，真得紙嚟，好直咯，好型咯，好耶咯！好像又挺好看的，正面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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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但我怕你上了去之後好笑，一陣油了第一次見你這麼直、好香，快點吧，哪裡直先，一半一半好了，不要用那麼多，不是即是護髮素，不夠再加咯，夠不夠都夠手，夠不夠夠了敏感了已經現在吹乾了，我看看你向上吹喔，不是你插死也像喔，好插喔，好扁啊！眼好似依家柔顺咗，好似仲咩啲？嗯，坐啊！得唔得？好飘喎！得未啊？好翻身！掂水喎！我哋而家出去食饭，唔使。OK。视频到呢度啊，中意嘅话点赞、关注、分享，我哋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为什么你头发又卷了？他咩啊？太硬颈啊！佢都拉唔直。系咯，你啱啱出嚟嗰阵时好直好型噶，依家已经收咗皮了。啊！再强的化学东西都顶不过你这个自然头啊，自然卷。基因啊，基因太强了。无情的暴雨被多情的砸，乌云在头顶会不停的下。